嘉义市的玉山雅石协会会员有70多人，每年拢举办着全国的彩石旅游活动。今年度的会员年度展览，即日起在嘉义市文化中心来展出，作品拢是每一个会员收藏的心血。嘉义市玉山雅石协会最近这几年来，为着推动雅石文化不遗余力，每当展出作品，力求精美完善，将雅石之美透过细书、盆景、雅石、卡苗布局传达意境之美，让人相当赞叹。而协会特别伫咧每一届展出进程，拢会办理着分组评比，邀请着雅石界的前辈，依照着景观组、形象组、抽象组、图案组、本土景观组、本土抽象组等等，来分解评选出金银铜牌、布局奖等等的奖项，希望将会馆上好的雅石作品展现伫咧嘉义石头的民众眼前。今年度的会馆年度展览对即日起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展出，邀请嘉义省石头的人士做会参加，来增加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空间。同时嘛，来邀请着其他县市的友会参加，让更加侪人拢会当熟悉嘉义市的雅石艺术，互相交流，提高基本风气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